今天早上是今天是1月8号礼拜五，我冒着台北7度又下雨的寒流到 TVBS 去录有关乳癌的防治、肥胖、不孕症、试管婴儿。那这个是我坐高铁，因为坐商务舱，所以有奇美的蛋黄酥。那你猜猜，这是名牌。你猜猜在TVBS 车马会虽然是只有5000元，但是重点不在车马会，而是说我们要宣达一种乳癌肥胖跟乳癌。现在全世界男家女的乳癌已经是世界最多最常见的癌症，首度超车肺癌啊，所以以前是肺癌，现在是乳癌肥胖 BMI 超过25%，乳癌的几率增加17%，超过30%增加37%，超过35%，乳癌增加率超过60%。所以因此，我今天特地到 TVBS 去录影，那也跟大家分享我的病人因为肥胖导致在做试管婴儿发生子宫内膜癌，还有有关塑化剂的风险。所以因此，虽然说很辛苦。台北下雨，几乎是体感温度是0度，下雪的概念。整个内港呢，南港内湖那边冷冰冰又塞车，所以在进车其实是很不舒服的。那我刚刚我回来的时候是6:40嘛，所以我刚回来赶回来看完门诊，现在有点喘，是因为我刚才又去慢跑。那这个节目到最后有一段是。他从脸书下载我去慢跑的那个在喘的声音哈，他指正要我说：“哎，你为什么慢跑？”因为说我可以慢跑，可以睡得好，可以舒压，那睡觉好，试管婴儿成功率会比较高，这是有国外的研究。那这段应该会在农历过年前播出吧？哦，所以跟大家分享，这是TVBS 我去 TVBS 的一个标题。那现在来宾以前都没有，因为大家是谁是谁，现在都要贴标签哦。那今天我右边是一个李医师，中医师是从宜兰过来的，第一次上节目有一点点没有经验。好，这是我讲的主题是乳癌、肥胖、塑化剂、不孕症。如果有兴趣听的，我到时候会把播出的时间放在脸书跟我的 LINE 的祝你好运社群，让大家分享我去录花了8个钟头录了这个小时的乳癌、不孕、塑化剂的关联性。到 TVBS 录影才多少钱？这几台币的5000元。到 TVBS 去录影拿到的是马费，你猜多少钱？今天台北就7度，我到 TVBS 7度影后，那这个是我做商务舱的送的蛋黄酥。那去 TVBS 录影最主要是要传播一个健康的医教观念，就是现在肥胖的很多，这是通常名牌，通常在这个节目。车马会其实是小钱，最主要是要传播非常正确的卫教观念，尤其是肥胖，现在是文明病，胖越容易胖，越容易乳癌，越容易子宫内膜癌。我最近有个台湾的病人，试管婴儿做到一半，居然发现是子宫内膜癌，所以这是 TVBS 车马会不多，5000元。
都等黄绿灯了呀，你。瑞光路451号，这条是什么河流啊？这条是什么河流？这个是工业区嘛？哦，这个桥好漂亮、啊。这个差不多那一带了，他办公大楼就是这栋的，这栋停的。绿灯也塞车呢，真的快。自由时报就在那里，快到了还说。你看自由时报就在那里，就隔壁而已，很慢。春夏秋冬。哎呦，快到自由时报了，快到了。在自由时报这里碰到红灯。等黄绿灯了呀，你。